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曹哥说电影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香港犯罪片《大嫂》，讲述了一个弱女子因不断被人欺负立志复仇，而后成长为黑帮大嫂，统领黑帮的故事。左兰是一个纯洁善良的女孩，勤奋努力，依靠打工赚钱养家糊口。她有一个嗜赌成性的父亲，因为毒瘾欠下了不少外债。这天放高利贷的几个人来家里追债，但是家里哪还有钱还债，钱都被左兰的爸爸输光了。追债的人见要钱不成，就想抢东西，想要抢走左兰的戒指。左兰极力反抗，因为这个戒指是她的男朋友石头送给她的，对她来说非常重要。追债的人没抢到戒指，看左兰姿色不错，就打起了她的主意。左兰很绝望地挣扎着，但对方人多，最终左兰力不敌众，几个人把左兰欺负了。不得不说，左兰的命很苦，一边是有毒瘾的父亲，自己辛苦挣来的钱被他拿去赌博不说，还害他被人欺负，而另一边就是她的男朋友。左兰把她被欺负这件事告诉了她男朋友，石头当面表示很心疼，说自己不会因为这个事情离开她，而背地里却干出了非常无耻的事。石头的老板看上了左兰的美貌，为了升官，石头带着左兰出席酒会，在她的酒杯中下了迷药，亲自把她送到了上司的房间。左兰再一次被欺负了，命运对她如此不公，受到双重打击的左兰崩溃了，他对生活已经不抱希望，准备跳楼自杀。幸运的是，左兰被一个黑帮老大救下，除了安慰他好好活着，黑帮老大还答应帮他实现三个愿望。开始左兰是不相信的，怎么会有人这么好，但还是想尝试一下，于是说出了第一个愿望，就是希望欺负他的石头上司腿被打断。很快他的愿望就实现了，得知老大的话是真的，左兰萌生了一个念头。这时他提出了第二个愿望，就是和黑帮老大见一面。左兰如愿见到了黑帮老大，他当面提出了第三个愿望，就是成为像老大一样的人。虽然不知道他有这样的愿望是为了复仇还是活出自己，但不得不说，左兰还是非常有野心的。老大十分诧异，你一个小姑娘家的为什么要掺和这些帮派的事情呢？但是左兰态度十分坚定。老大为了考验他，给他派了一个任务，让他杀死一个叛徒。此时的左兰早已对生活绝望了，他复仇心切，而且渴望活成另外一个自己。以前天真善良的他早就不在了，现在的他心狠手辣，即使是杀人他也绝不手软。左兰成功完成了任务，能力得到了大哥的肯定，很受大哥喜爱。之后两人的关系又在交流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大哥很快向他求婚了。大哥为人坦荡，左兰对大哥也有意思，水到渠成，不久两人就结婚了。左兰成了老大的女人，成了众多小弟的大嫂，管理帮派的大小事宜，从此走上人生巅峰。有了能力的左兰也开始了复仇之路，她要把之前别人伤害她的通通还回去。她行事设法把欺负她的高利贷团伙送进了监狱，接受法律的制裁。接着找到了前男友，前男友已经结婚了，并且有了孩子，但这并不影响左兰报仇，她早已经不是那个心软的姑娘了。他使用手段设了一个局，让他的妻子以为他要杀了自己，妻子先下手为强，下药毒死了他，简直大快人心。一切看似都很顺利，左兰也得以报仇雪恨，但树大招风，左兰很快被警察盯上了，这就麻烦了。更麻烦的是，老大因为意外去世了，左兰没有了依靠，想生存下去就更难了。孤立无援的左兰在老大的葬礼上被预谋已久的警察发现了，不愿就此放弃的他和警察开始了一番打斗，但最终还是被警察打死了，大嫂结束了坎坷的一生。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左兰由一个天真善良的小姑娘变成了心狠手辣的黑帮大嫂，是她自己变坏了吗？不，她是被现实逼得绝望了。如果她的父亲不是嗜赌成性，如果她不被那些恶人欺负，如果她的男朋友是真心爱她而不是利用她，她依然会是那个纯真无邪的左兰。现实太残酷，我们改变不了，我们能做的就是要保护好自己。希望每个人都能被生活善待，生活中充满阳光。曹哥说电影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为我们点赞并分享。